北号23号 Number 23，最爱你的小哥哥，能切能投没有道理。Let's welcome Cleanthony。发动了，对，看到蒋玉安的速度啊，古王的速度，我们可以看到创造一个 early offense， 利用自己的优势啊，得到很好的机会，又是一个 floater， 打板投进了两个，再来一个，一个叫德古拉，一个叫范江啊，南安建一多进一球，但是阿里进球变得漂亮，说哇，还是有打到阿里的头，对，恨那个球员，第四高的得分好手。这就是漂亮低位中锋的单打，利用转身的角度，看到单边的 ISO 哦，太好！哇，地板球给进来的时候发生失误，前面要开始秀一下麦迪，单手暴扣，你看看他太凶的感觉啊，没错啊，这轰炸机完全是靠他的速度的飞行啊，你可以看他那个，哇，非常多的一个花招哦，我们看到又来一个 ISO 的一个投篮，投篮来喽！然后又发生失误了，伤脑筋。没有错啊，又来一次吗？哇，飞这么远！哇，这个 early 挑衅成功，命中率也就下滑。像昨天他八投一中了三分，场均其实罚球数可以来到十个左右，然后可以投进三个。球的流动非常的快，打底哇，漂亮再打，跌入上篮，外线 corner three。非常好的表现，哇！那古毛维加，我刚才提到了，是这场比赛目前为止猎鹰表现最好的球员，三分线外面的一个我们叫 quick shot， 完全没有问题，他手非常黏啊！啊，又是艾里的一个漂亮的变速，太平英雄得了微幅的领先，3-49，你休息一下，传球啊，你传给阿里就对了，他会锤传给你啊。球员得分上双了，德古拉、简伟如跟祖毛维加，有注意到队友的一个位置。啊，其实目前全场最多助攻男人，台皮改攻右边的篮筐，踩在线上的出手中。德古拉个人有3次犯规，也要小心一些。啊，又是一个撕裂防守，漂亮！经过运球交叉以后，3次的走位啊。阿里又来了，又是利用防守撕裂。哦，而且这场比赛应该可以上看40分没有问题，没有错啊。这一个快漂亮的一个左右的 crossover 换手，变四个打三个，篮筐帮了忙。你看到蒋干的这个球，非常有耐心，再传给艾里，漂亮，好远，好准。这也就是说，球权多给蒋干，艾里在 which side？他就开始跳舞了，你看看，哇！我不相信他是哲学家，他是打对方的一个痛点。用外线来关押，这样好球，艾里。这球漂亮，单场得分来到41分哦，哇，有4.07%的命中率，而对手台皮是2.73%，赶快赶下进度，赶快投进。又飞进来了，下半场再度第一次的站上罚球线，砍下了全队最多的20分。裁判认为这是过多的一个动作，吹判的一个技术犯规。有在很多地方打过球，没有在沙特阿拉伯，有在匈牙利，在NBA的发展联盟打过，事实上来讲是有问题的。赶快，还是要靠艾里。小安，这个三分球再来哦！哦，超漂亮，蒋玉安，三分的落后，艾里来了，哦，拉杆拉到最后10.52，超巨兽，没有，空中拉杆自由以后的一个投篮。2分的落后，交给艾里，启动追平，拿到了53分，继续追加吗？哇，这个谁？哇，
一个，你却飞了。三分的魔咒啊，完全没有如来制造，就是没有准备好。OK， 不是爱你的防守好，所以这是球场比赛的一部分。哦，所以让台啤英雄最后呢，便在主场112-108，四分之差，立刻表现其实也很逊色的台钢猎鹰，拿下了57分。